迎再度回到节目的现场，听海英说故事。之前哦，流行100块就是百元减法，不过现在呢，更流行的是名媛贵妇圈所谓的到豪宅去剪头发。到豪宅里头该怎么剪头发呢？海英就要亲自带您来揭开这个神秘面纱了。而今天台湾1001个故事就要为您专访这一位是林志玲的御用发型师，叫做 Joe。他最近哦特别斥资了500万元，打造一个像是豪宅般的私密空间。在这个结合剪发、SPA 加上轻食的地方，吸引了好多艺人跟名媛来包场享受。让 Joe 虽然只有国中肄业而已，不过呢，却能够短短的2年之间就还清了所有债务，而且一年的营业额破3000万台币。我也趁机请 Joe 来帮我剪头发，看看能够修剪出什么新造型。今天我要来剪头发，可是大家看看这个地方一点也不像发廊啊，究竟葫芦里卖什么药呢？我带你进去看看。嗨，阿姨，你好。来，你看看，这是我最新的构思。哇，这里很漂亮哎。对啊，它完全依照我的梦想去打造。可是重点是就我们今天到底在哪里剪头发？在这里。这里怎么可能？我变给你看。发型设计师 Joe 在台北的美发圈打滚超过20年，现在的他已经是顶尖红牌，专门帮林志玲、隋唐等大明星设计造型。有配合过吴佩慈啊、林志玲啊，然后现今的男艺人，比如说朱孝天啊、丁春城啊，这里都是固定的常客。嗯，那你觉得啊，你平常看我播新闻的样子啊，跟你建议我的发型？我觉得很好，但是我觉得你潜在里面小男孩的个性。那你觉得我适合什么发型？我觉得短发吗？允许的话。但是公司当然不会允许主播突然大幅度变化发型，所以只能够小小修剪一下。透过 Joe 的巧手，没多久马上就完成了。来，剪好了，你看看这个脸型跟这个刘海的活泼感，还喜欢吗？不错哎，好特别哦。眼睛变得比较修长，比较柔和一点点，真的也立体多了，真的好棒。OK， 谢谢你。在这个35平大的空间里，除了有独立专属的剪发造型区，还有一整面敦化南路的绿意盎然。宽敞的客厅，剪发前后可以让陪同的朋友在这里悠闲的下午茶。后面还有 SPA 放松区，是台北极少数结合剪发、轻食加上 SPA 3合1的私密空间，怪不得吸引许多名媛贵妇来包场。觉得这个空间非常有趣，然后就曾经邀了几个好姐妹，然后就来这里，然后弄头发，一起弄指甲，然后也在这边下午茶，对，然后还顺便做 SPA， 就是一个很 private 的一个 party 这样子。名媛 Tina 因为晚上要参加 party， 特别来找 Joe 弄造型，帮我弄一下头发。OK 啊，交给我喽。好。现在这个长度，我觉得脸型最漂亮，只是稍微的，但有点不舒服，对，有点不舒服，稍微修饰一下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把头发的波浪做得比较直一点，感觉有精神，然后就会很爽朗。现代女性工作忙碌，时间宝贵，所以 Joe 在弄头发的时候还顺便帮顾客修指甲，对客人宛如女王般的待遇，让她27岁创业，不到2年就还清了所有债务，还是很多知名艺人的指定造型师。从学徒做起，国中都没有毕业的 Joe 靠着一把剪刀为自己设计不一样的人生面貌。缇娜，今天这样还喜欢吗？非常好，谢谢。我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，找过很多其他设计师，那后来终于就是让Joe帮我弄出一个我就是很满意的。那当你找到一个会肯跟你说实话，对，不好看就是不好看，对。那就算你真的很想要弄某种发型，但是如果发型师说他觉得不适合你，最后其实我觉得。还是个人主，不要太有主见。有主见、叛逆，曾是 Joe 青春期的代名词。历经家道中落、父亲早逝、母亲束手无策之下，只好下最后通牒：既然不爱念书，就去学一技之长吧。因此，国中肄业 ，Joe 便进入美发沙龙学习。这个工作时间或许稍微长一点点，当然就会，比如说手啊、皮肤上的敏感啊，这我想免不了都会。那
我觉得那一些压力可能都会在我创造每一个漂亮的女生以后，我觉得那个所有的压力点有一个平衡。即便有职业伤害，但对他来说，有成就感的是针对每个不同的人设计新发型。因为敏锐度加上天分，就短短几年就晋升为百万业绩设计师，更让他现在一年营业额破3000万台币。采访当天来了这一位长发女孩，希望换新发型，但是又不想剪太短，内心超纠结。其实没有人从事这工作不会遇到这个问题的，因为这是一个情绪上的问题。有的时候设计一个东西，在做以前的沟通，可能沟通得十分完美，可是啪一剪，剪完女生落泪。为了怕她剪后突然落泪，就一边剪发一边跟她沟通。就认为发型设计不仅是技术层面，而是艺术，也是创作。他形容好发艺的呈现，需要有如电影导演般的画面想象力，也要有如建筑师般精准结构的计算力，更要有哲学家般反复思辨的逻辑力。一个有经验的发型师，他是懂得沟通，跟慢慢的让客户去融入，他新的崭新的造型。所以通常多数遇到一定会遇到，可是我们总是有办法让女生可以了解她自己是适合做这样的。聊着聊着，新发型已经剪好了。仔细看看，之前长发比较没有精神，剪短后整个人亮了起来，眼睛变大，脸也似乎小了一号。大家都说很像刚刚新婚的艺人梁咏琪呢。那我的信仰跟精神就是，帮我所有的客户创造不一样的美丽，以及带给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愉快。这是我一般在工作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信仰。